去接他的乒乓球，清楚吗？要不要示范一次？来 ，Tyson。OK， 那每一组呢都有三粒的乒乓球，那个点呢，就是另外一方面呢要站在那个喇叭前面，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要站在这一个喇叭这边，然后，哦，这个风扇不要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开着，这样才有难度哦。这样子才能看得出你们是不是很有这个体育的精神。那我先示范一次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你看他可能弹接到那个飞，可是他会弹回出来。对，再来第二粒，来啊，不简单哦。你看，再来一、二、三，哦。就是这样了 ，OK， 好，非常简单。那谁要先出来第一组的？先这边吧。啊 ，U 那边先吧。好，刚才是他们先选人，那现在就到你们先开始吧。来，你负责抛。加油加油加油 ！OK， 背后小心，不要掉了。没有。你要蹲也可以，你要趴住也可以，你要站住都可以，对，你要躺住也可以 ，OK， 可是你要往后退一点，啊，不要夹夹，OK， 哎，你也是要站后面一点啊，不要夹夹，没有，小心啊，你今天是穿 Q 啊，我不想看到其他的乒乓球，OK， 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。选老公呗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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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一零一零，好厉害！好，OK， 好，再来！哦 ，miss 了 ，OK， 好，那第一组呢是有一粒的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掌声一下，掌声一下。来，第二组，我们到宝贝组。耶、yeah, ，来，宝贝站好啊！ Yeah. 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拿那个杯的朋友要稍微，对，不能按住，两个手只可以抓住杯的旁边，退后一点。啊，对，宝贝比较吃亏一点，因为他手短脚短。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再来。开门想捉弄宝贝，来，哇哇，太好了！再来，一二三，哎，也是一粒的，好，谢谢，来掌声一下给我们的宝贝组。好，接下来是两位女生哦，不能，好，进来要站后面一点哦，对。好，准备好那个脚步，你也是要退后一点。OK， 好。一，我觉得一般上啊，女生玩这种游戏没有什么机会，可是你相信你可以。好，加油！来，一二三。哇！女生对于球类的东西可能比较不专长啊，哈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差一点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哦，还好还是有一粒，好，吓死我了。OK， 好。好，接下来到你们了。哥哥，好，来，一二，哇，你看他样子很认真，你看，很像要吃掉总身总的。你戴墨镜看到吗？知道你戴墨镜看得到吗 ？OK， 来一，哦，差一点，好，差一点，哪里一点点？哦，吓死我，差一点弹回出来。OK， 好。那每一组都有一粒耶，有哪一组是可以三粒都丢？我们有信心吗？压力好大，我们要尝试一粒金。不要紧，
不会的，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的。来，等一下，来 ，OK， 还好啊，唐勇，唐勇还好，你选的是男生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要这样子，直接丢进来我衣服，好不好？来，唐勇你要翻跟头。OK， 来，咦，太靠近了啦，这个啊。整天偷鸡啊，这样 OK， 一三，哇哦 ，OK， 可以可以，哎呦呦呦，哎，哎呦，顺势很好的，感觉等一下，深呼吸，好，你要望着他的眼睛 ，OK， 坐，你是望着他的球，哎，不是，望着他的乒乓球，不要望着别的球 ，OK， OK， 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，到底，呀，先打广告。到底常勇组能不能成功过关呢？广告后揭晓。OK， 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你的目标达成了，他说他目标是没有毅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心态很重要，有没有？一开始。他已经说我一粒都不要进，结果真是一粒都没有进。OK， 他们没有进哦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个大惩罚呢？好，大惩罚，好。OK， 好，大惩罚，我们就请常勇在这边，来，常勇在这边。